帝王，我想买把枪，让子弹上膛，那个哒哒哒哒哒还得冒蓝火，那个满腔混社会的那个小伙就是我，我不买打火机，别说我的嘴皮，你把十个手枪给我组成加特林，你说爱我是真是假，快点告诉我，别让我一个人在电话那头上火，你说问我要什么价位是什么最贵，我说只要有枪给你小鸡打稀碎，三千五千怎么还有一万呢，你这么便宜的手枪你是当我要饭的，你说打个鸡没问题，我来俩打火机，其实我的最终目的就是逗你笑嘻嘻，哎啊王他妈社会王，操你小逼崽子，快点睡觉上床。阿王阿王你最讲义气，不管买啥你都要见面交易。北方大区他妈对点狙，你也不来，你朗朗乾坤你在吹牛逼。我说 QB 交易你也不服气，其实我们东北人就是讲情义。不买了不买了别生气，是感谢我宇哥刷的 YB 上。感谢我宇哥刷 YB 啊，真的这词儿都即兴来的，咔咔的，扯那个，摇起来！吃饭那个，哎呀，出脑子了吧？这小子跟我吃饭那个，这个谁？黑瘦荷兰人这个。跟谁吃饭？跟我刚才跟我吃饭那个。啊，刚才跟你吃饭那哥们儿啊、嗯？是他吗？你搁这真的带邪道啊你！你这吃饭了就啊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哥们儿，你正抱着那个卡簧来管理了。他这哥们儿你们四名的，开个奔驰四个三。奔驰四个三 ，G C 四个三。我是 G C U，G C U。谁呢？黑点儿。我啊。嗯。我不认识他。哎，是不是认识我？我问一下，是不是戴个眼镜啊？是不是不戴就小挺胖的，挺白。叫啥名啊，大名啊？哎，你微信我发过来，叫你。发过来，那叫啥名？哎呦我行，相见恨晚呢！我一看呢，可能你在四平早有所耳闻，哲弟的名号可能是宇轩来架起我们之间友谊的桥梁吧。大哥，如果今晚有方便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畅饮一杯啊！完了，彼此之间的距离可以近一些。我这一看呢，大哥，你这来点荧光棒是可以的。等会儿，等会儿啊！又出这鸡巴玩意儿，我这最膈应这个的。等会儿啊。我开一下子啊！哎，3600秒是整整一个小时啊！3600秒是整整一个小时吗？我这一看，这挺好啊！不是必须给挡住，我操！这玩意什么时候结束？这个什么时候结束？大家给点直播通知和关注啊！没点给点一下子，谢谢所有兄弟姐妹对你泽弟的支持啊！另外呢，打一个这小小的广告，这是我一个哥，然后给我转账，让我帮忙给打个广告。如果说有想当主播的，大家可以去一下这个新月招收主播二零。